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3月4号应询时表示，高雄市长韩国瑜将于3月22号到28号率高雄市参访团到香港、澳门、深圳、厦门等地参访，开展交流合作。我们欢迎并支持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开展两岸城市的交流合作，共同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。